早上的9:26，今天2019年12月11号星期三，社长再教你一次，不厌其烦，千百番次。各位，我们第一次都是报三支，第一次没有失败的话都继续报，我们三支都继续报，三支本钱乘以0.2是1800，我们的主力就是做全车，我们用全车来赚钱。其他赚两星是附加价值的，第二次是两只是1200，如果输的话我们就报两只，再报两只就是1200，啊，本钱是4200块钱，如果是输的话，那就是第四次用一只，用1200块钱啊，来熬啊，用一只啊，各位，从来没有赔过钱。啊，你的会员，你说你赔钱，你不要骗我了，我已经连中三次了，这个比例啊，全车二中一是1:7的，322就是1:7，输三次，第四次才输一车的，你有没有搞错了？我们投资是投资三项，现在是今天是投资两项，啊，各位，凹的本钱就是只有600块钱，一字牌300。加300就600.2，你要骗谁呀？你有赔钱，你骗谁？12月7号0.2，我们从12月7号星期六赚4000多块，12月9号我们又中了三次是中一，4000多块，那么10月10号我们又中了4000多块，本钱各位12000，我们是赢了12000啊。打那个本钱我们差不了多少去了啊，打我们这个比例啊，公式就是减掉4200，你还赚7800，7800你每次给我600块吃红，新会员，你老会员你才给我1000块吃红，新会员你是给我每期是600块，你还赚了大概6800块钱，我们投资三个组合有两星有三星，这是分开算的，但每一个组合从来不赔钱，啊，从来不赔钱。你说你赔50000多块，你谁相信？我上个礼拜中了12次，我中12次是1:4，啊，有时候是1:1.5，这各位你怎么会赔钱呢？啊，你用我这个方法用。方法会是用稍微熬一下，你到底懂不懂得熬？你的本钱才多少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本钱通通全车的本钱才4200块钱，如果要用熬的开始就是600块本钱，4800块钱，你4800块钱你可以赚到6800啊，你给我吃红钱扣掉，你实赚将近7000块，你每个礼拜用4200块，你一毛钱都没有付，你就赚了7000块钱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点良心呢？你会赔钱吗？你们这个老会员、新会员，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没有？是我帮你赚钱，还是你来给我乱呢？你给我乱，你就滚在一边去，你不要来我这边。我是专门替人家在赚钱的，赔钱我负责理赔。有谁敢像我这样做的？网络的社团全部把我封杀，为什么封杀我？因为我太准了，我帮人家赚了很多钱，所以说只要一听到记者的牌，大家都吓死了啊！千万不要讲我的名，我的记者的牌啊！各位，这就是社会啊，这啊抹黑抹啊！参加会员只要1000块，新会员吃红中一次就600，每天要寄钱，我的会员。最近是每天寄钱给我，每天都600，啊，有问题打电话到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另外0979-0492，0979-0492。